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热力经常会让许多球迷忘情呐喊，可偏偏俄罗斯的时差问题，三更半夜不想吵到街坊邻居，但又不想自己暗爽得内伤，这时候一定会想一个专属的自己足球世界，随你怎么叫怎么跳，绝对不会有人来打扰。就国内分的业者看好世界杯的热潮，推出了世界杯燃起来 We are one 的主题套房，让大家尽情看比赛之余，还能够玩玩小游戏，甚至还有礼物可以拿。比如说挂在墙上的那个足球衣啊，现在大家知道梅西啊，所以特别去找这样的球衣来挂在里面。那还有比如说相关的这个足球座椅啊、椅垫啊，那你到我们的那个官网上面去参与预测，比如说你预测这些今年呢、哪一队会获胜呢、如果命中了。还有更 surprise 的那个奖品。有人喜欢躲起来偷偷加油，喜欢热闹的人还可以使用饭店附属的酒吧设施，跟大伙一起透过大萤幕欣赏每个精彩瞬间，再搭配主厨精心打造的足球主题套餐，大口美食，畅饮啤酒，尽情享受世界杯的气氛。那我们有一个叫做大满足堡的东西，有两层的这么大的一个高度，大概约13公分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也特别开发的一个就是足球的一个杯子蛋糕，那杯子蛋糕呢是挺小小可爱的。不管是看热闹还是看门道，四年一度的足球飨宴果真魅力无限。台湾饭店业者针对特定族群商机抢攻世足这块大饼，就看球迷们买不买单了。我来提醒你，相信到我的心采访报道。